各位，你们想好就是上面的主力，然后给大家点亮这个标准。那
要的项目就是鱼球的开发，但是会透过一些小小的游的活动，让你们去体验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新手，或者是你是一个未来有梦的人，发现这些不同的变化。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讲，我们每年都会分享个人的小事，欢迎你们进。好，没关系，就是你知道你要。来，拿完器材，拿完一组，拿六个敏捷圈，十颗羽毛球，每个人一支球拍。然后呢，我们两位顾客已经坐在那边了，做我的饭。拿完器材，不请帮我写字。没事。好，请坐，请坐，请坐。
觉得两个人要打外面是哪一边？好，他就外面。哦，好，等一下，好，就到那边就好了。好，继续，好 ，OK， 好，继续，你做对了。对，好，来给他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各位，表现不错。羽毛球双打罚球球场那样子，哦，前面这条是发球线，所以他一定有双打在外面，外面这条线。那后面呢，就是底线会比较前面一点，就是所以会是前面这条线，这就是双打发球区。那另外一个规则呢，就是你们在打羽毛球的规则，发球的时候一定要发哪里？不知道，发直线还是发对角？发对角对不对？这是基本规则，一定要发对角。然后接下来呢，我要讲一个进阶的规则。如果你们在打羽毛球的时候啊，发球是有一个规则，最新的规则是。发球要低于115公分，那你们应该是会超像的，对不对？没有概念，那我们就用旧的规则来讲吧。旧的规则就是你要在你肋骨最后一个以下发球，肋骨，知道肋骨在哪里吗？不知道肋骨在哪里吗？我等一下，肋骨就是以下发球，这样就是一个合法的发球。好，有问题？接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双打羽毛球发球要发直线发对角。那等一下，我要讲解羽球发球的动作。简单来说，好，大家可以转过来，我知道我教。羽毛球中打的发球啊，通常都是用反拍发球。所以反拍怎么样？大拇指抵着球拍的拍面，这样就是反拍。那我会拿在身体前方。那拿球的方式呢？羽毛球的组成是球头，就是软骨塞。那我握在有羽毛的地方的一半，握在一半，这时候把羽毛，把球头朝向自己，这样才打到球头。OK， 所以动作是这样，他们是第一个，球头朝向自己，这样就可以发球。那动作呢很简单，做拉推发，拉推发。OK， 好，我示范一次哦。那边看到吗？决定，我这样子看到。可以，我稍微做深一点。首先第一个拉嘛，一下不拉，手点向后拉，这样推的时候呢，手推出去，发的时候请你握着羽毛球，就是轻轻的放掉哦。如果你放掉，就这样一拉就拉，就有发出去。别弄乱。OK， 好，所以等一下拉推发的时候，手放掉，手推飞出去，这样就是一个好的发球。那如果做快一点，连续动作就是变成啊发，这样就是一个好的发球，听懂吗？了解，动作很简单。那这时候我们想说，如果我想要发更远一点点，或者是我要发不同的方向怎么办？很简单，把身体微微的转向。举例来说，今天我想要发外球，那我不该怎么用力？我把身体转向外面发出去，它就叫外球。了解，再给我看。打着你。好，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发后面呢？我想要收人家后手，一样的动作，希望你把力量加大一点，这个拉推发的动作做大一点，就是你的人。这样推到后面，了解，有问题吗？没有。好，等一下，每一组，一组正常来讲应该会有6个，如果没有6个，没关系。你们就到那各个场地，一组选一个场地，然后每一个人请你发5颗球，你要发长的、短的，左边、右边都没关系，但请记得原则是：第一个要发到对角，第二个我希望你们能够稍微看一下你们自己在发球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发到哪个点，以及最常发到哪个点，然后要记下来，因为这对我们等一下课程的后续会有相关的。有问题吗？没有，我听到。OK， 好，没有问题的话呢，各组请找一个场地，然后每个人可以有5颗球的机会去试着发发看。好，没有问题，就开始动作吧。安平姐，确认这些带着发的场地旁边转，安平姐确认。
把往
Thank you.
记录一下你们自己刚刚讨论的东西，会比较好。等下再来讲。那有没有思考？
例来说好了，这是的，这一个，好，这个是也是的哦。这里有一个人，他在这里接发球，就像你会发哪里最合适，发哪里是最容易让他接到球。来，那边，右边上面这里。整理的，有羽毛捡起来。